然后它们彻底消化，前方呢进入的就是猛虎展区，大家看左手边，能不能左手边看到现状老虎的身影？ 左手那个有一只有着黑色条纹的叫白虎，我看到同一个，基本上每个人在岛上都会看到的羊是降温，保证温度不多的，大象是非常聪明的动物，小伙子转弯，大家做好提问。左手边，游客朋友们找找看，能否找到森林之王老虎的形状？左手边我们。 能够看到白虎和雪虎，看看有一只老虎在孟加拉没有？然后三个老虎在这，可能我们较多的是白虎，取在四肢和尾巴部有少量毛发的是雪虎。白虎和雪虎都是由孟加拉虎毛色基因突变而来的。 像大象这样吃象草，榕树叶香。在野外到体型比较大的美食时，总能化整为冰的方式来解决。因正是因为大象朋友如此的聪明，所以保育员在给大象朋友准备食物的时候，会将它们的食物置放在更高的一个地点，以此来增加它们觅食的难度。 那除此之外，大象也看到，像大象表的身上有许多的泥巴和木屑等等之类的，看起来脏兮兮的，对不对？那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它们身上这些泥巴和木屑对它们有什么作用呀？防皮肤、防晒等等之类的都是生来的呢。那录完两首之后呢，现场为什么会这么的安静呢？ 而这个呢，是我们的保育员给大象朋友准备的一个运动器材。同时呢，像大象的亚洲象，它们的怀孕周期呢，相当的漫长。大家有没有了解过亚洲象的怀孕周期会有多少个月呀？30个月。亚洲象的怀孕周期呢，一般是在18到20个月期间。同时呢，大象呢体重特别的重，它们一天当中呢有18到20个小时的时间是处在站立的时间。 因此呢，他们的脚是经常需要进行体检的。吸烟及乱丢垃圾，感谢各位的支持与配合。在周的3点半，白虎山戏水园会上老虎跳水、老虎爬树的进行展示。感兴趣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可以前往白虎山戏水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白虎。 啊，在他们这些母鸡抓出来的啊，成年的公象是不在他们地方发育的，它是隔开的啊，它是隔开的。啊，而且它这个品种，它是一个新的。
现在他如果遇到问题，他不会生气。这个肉块叫做智慧牛，智慧牛越大，说明它的越聪明。一头成年的大象智商相当于人类小朋友6岁左右的智商，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呢，可能会喊大笨象，大笨象。你瞧，它们可是一点儿都不笨，反而还是非常聪明的大小朋友。那当然，威风呢还是小象啊，出生在2021年，还正在学习的一个阶段。好的，我们言归正传，想问现场朋友们。最近的一个情况的话，我发现有非常多朋友呢容易感冒发烧。那说到这个问题的话，大家觉得大象会不会发烧呀？对了，大象也是会发烧的。那大家来想想，大象朋友测量体温测身上的哪一个部位呀？鼻子，还有吗？耳朵，额头，还有哪里？看到我们在这个鼻子到绿色这个水桶那个地方有个大象拿着鼻子在喝水，那个是新鲜干净的水啊。这个大象的名字它叫玛丽亚，
我们可以看到它喝水是怎么喝的，喝水是怎么喝的，对，鼻子一直在滴那个水啊，哎，现在送到嘴巴里了，然后嘴巴再吞到肚子里边，所以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了解好吧。大象喝水没有发挥，我忘了这个流程，而且那个小孩失重的时候我们接下这个课程，所以我们这里的课程走了我就不想了。
我们在黄河里面看到我们的那个山峡，那个山峡。冰洲象的啊，前后脚都要比啊我们的亚洲象少一个它的脚趾的啊脚趾甲。除了这几个区分，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大象的头顶。我们亚洲象呢，它的头顶呢，我们看这种小象，明显的它左右有一个包包啊，像面包。冰洲象它的头顶是平滑，没有那两个包包的啊。所以它的智商来说呢，非洲象它的智商要比亚洲象呢，它的智商要比非洲象要高一些。说到智商呢，不同成年的大象，它的过一段时间也去清远长隆那边去啊，看。好，来，喂，喂，不要追了，追什么追？我们的大象呢，它也是游泳高手来的啊。他吃的东西是很多的啊，大概呢，他吃的东西有140多啊，主要杂食，以鲜草类为主食啊。我们大象也是比较长寿啊。我们的小象每天都会有这样的行为啊，打打闹闹的是他们的生活。往塞，这个 boy 呢，
叫做纸装铺。纸装铺的作用就相当于是我们人类手指一样的作用啊。他们可以利用那个纸装铺捏起来很小的东西，哪怕是一粒花生米。还有就是他们的耳朵呢并不是很大，因为他们的耳朵高度并没有超过他们肩膀的最高点，耳朵还在会在那里不停的扇动。而且你能看到我们龙龙呢，它是有脚趾甲的。我们脚龙龙的脚趾甲很漂亮啊，可以去数一下它到底有多少个脚趾甲。后面四个。那么非洲象是我们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象，非洲象又有什么特征呢？首先，非洲象的象牙是不论公母都会长得很长啊。非洲象它的象牙呢是不论公母都长得比较长，而且它们的耳朵呢是很大的，像两个大大的扇子。耳朵的高度呢是完全盖过了它们肩膀的最高点。它们的象鼻呢最尖端会有两个趾状突，这就让非洲象来说就是更方便它们捏起来很小的东西。还有它们脚趾甲数量呢是不一样的，它们的脚趾甲数量呢是前面四个后面三个。那么有没有游客发现啊，我们龙龙现在是不敢动的状态啊，是不是头突然转向那边不敢面对我们这边了、啊、这是为什么呀？有没有游客观察过它是为什么？其实是因为旁边这一只母象，因为旁边这一只母象呢是它的首领妈妈。对，那这是龙龙是属于它的第一个孩子，大女儿。我们龙龙是最害怕妈妈的，所以哪怕现在它身高长得比它妈妈要高，但是它还是比较害怕它妈妈的，所以它妈妈一来它就屁股对着我们了。Thank you.